那个说吃个东西都讲个条件，又不是毒药，这个这个是找身体里的嘛，还不是为了你好。哎，这几天耍了是不是他们都怪你，你想吃身子就给你吃身子了啊，默默不吃就不吃，你还拿去耍是不是？哎，脾气见长呢，你还表扬你乖的时候，你咋的呢？你都乖得很的吧。娃娃现在咋的了？妈妈答应你了哈，吃一块这个，再吃个这个哦。好，我给。我答应你，我肯定给。但是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还是要给我记到，晓得不？吃东西不能讲条件。哎，这个娃娃现在。你不听你就是这样子的，那我还是放到这儿，免得你对我有意见。自己吃，必须吃，必须吃，萌萌。哦，要把那个吃了都。哪个说不能吃？说了的又不是毒药，他不就怪你，就给你吃你要吃的。你自己都忘了你该吃些啥子啊？零食能多吃吗？你又不是不晓得，吃多了对你好不好嘛？你看、啊、我一批评你，你脑壳就给我留到一边，反正你经常是这样子的。你不是就这边就是就那边，底下还有那儿没吃完，那儿那一块没吃完，那儿你自己吐了一半嘞，他你这边你左边还有一个哈，哦，你的左边在哪？哦，你右边哦，就是那个碰到起了，你手都碰到起了，快快去把那个姐姐吃了，吃妈妈给。你抗议也不得用，外头在打草，你也出去不到。哦，就是那个，哼，去给我那个，你要必须要把那个吃了都，来嘛。你盯到我，我盯到你哇！我不得怪你，说了的。跟着外头在打草，你出去不到。你还把你个吃的给我坐到屁股底下，还好意思笑？我这儿有多的。反正我给你准备有点多，哦，你看这样子好乖，吃了我就给你拿其他的，我说好，我们俩说好了的嘛，你做好吃我可以看到你噻，表现好嘛也要让给我看到嘛。吃完了，吃完了嗦，底下还有一个不？哦，脚底下，哎呦，我泰山太乖了，哎呦，泰宝宝，妈妈要给你多多的奖励哈，哎呀，你看人家自己晓得吃个，你说哪样说我放到脚底下耍，我脚底下我都拿起来吃来了，嘎，太宝，哎呀，太乖了，哎，妈妈喜欢，嗯，快，好，我泰宝宝乖你。坐好吧，马上我给你哈。还要吃嗦？还想吃嗦？哎呀，还想吃馍馍嗦？哦，你馍馍都吃完了。哎呀，乖乖，嗯，看到没有？我答应你是不是做到了嘛？哦，表现，你答应我的事情你要做好噻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妈给。
没给，哎呦，我太嘴乖。哦，这样子嘛才听话嘛。